小伙要去偷电，一根梯、一把钳、一口牙，就是作案工具。在这里，这样的野生电工烂大街，男女老少，连猴子都是电工，水平高低不齐罢了。这密密麻麻的蜘蛛网，专业电工都理不清，但他们可以。野生电工自成一派，剥胶皮，用牙咬，要搭火，用钢锯，着火了，用杆桶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，能活下来就是奇迹。众多野生电工当中，唯有辛巴能够封神。辛巴说，他有一项独门绝技，偷电时屏住呼吸，死神以为你挂了，就不会带你走。这就是神奇的印度坎普尔式变压器炸街，那是常事。停电就是家常便饭，民间工厂机器运转，电时有时无，医院手术人命关天，电说停就停。人们最喜欢辛巴，他胆大心细，技术好，分分钟帮你恢复电力。据统计，印度每年大约 27% 的电力被偷走，国家损失超2000亿元。政府面对这种困境，一个头两个大。变态的供电体制，落后的电力设备，导致这个神奇的国度越发神奇。反观我们中国，发电量稳居全球第一，多年来我们都没有为用电发过愁。